这长时间的，兄弟，回来了，咋样啊？俺问你点事儿啊，俺问你点事儿。姑娘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把你再次请过来，是因为有一件事情还需要你的帮忙。我们有一个女同伴被关在这儿了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你知道不？女人。嗯。多大年纪？ 年龄不大，长得挺瘦弱的。啊，我好像是知道。哎，姑娘，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位同伴被关在什么地方？知道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现在应该被关在一个秘密的病房里。耶，这都真问对了，这你肯定知道那秘密病房在哪儿呗？嗯。 咱们得赶紧的，你先得带俺过去把它救出来去啊！你先别着急，我是知道那间秘密的病房在哪儿，可是那间病房上了锁，我们谁也进不去。那我肯定能进去，你就没我打不开的锁。对了，小兔子种，俺们这伙子人里啊，就敲门溜锁这事儿，属他在行。哎，你可算有用了，带他去。那间病房上了不止一把锁，一共有三把锁，而且每一把锁都安装了特殊的装置。 如果一旦用错了钥匙，锁就会自动报警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对呀，因为我之前照顾过一个特殊的病人，他就住在那间病房里。哎，姑娘，那打开那扇门的专用钥匙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应该在院长那儿。不过我知道院长办公室的抽屉里还有一套备用钥匙，如果他能打开那个门。 我们就能拿到钥匙。你是说他？那啥，小兔子啊，能打开不？能啊，真假呀？真的。